我本身就是个比较自恋的女人啊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啊，我啊，要啥有啥。肤美貌白大长腿，我还有钱，我干啥我找一般人啊，我怎么找不着二班的呀，我找个班长不行吗？啊，我为什么我也要找一班的？欢迎我余弟，余弟你是不二班的？为什么要找一班的？快摔倒了，闭嘴小孙儿。为什么我要找一班呢？这大岁数了，白给我你都不要，脚后跟你都看不着，味儿你都闻不着，为什么要白给你啊？我也不是刺挠吗？对呀，为什么要找一班呢？找你，雨弟，雨弟，给姐姐点展馆，就薅你，非得给姐点个展馆，他们都等我跳舞呢，我还差两个热气球。弟弟能给姐姐刷个跑车吗？或者是热气球啊？你今天刷了太多了，你给姐姐刷个热气球吧。你今天给姐姐刷了300块钱了，不能。你不想让大家一起欣赏，我懂。他不想让你们看，所以他不给我刷。对，人就得毒点儿。给姐张罗点，给姐烧烧溜溜的，整点热气球啥的，帮姐点个展馆。今天都星期四了，那姐展馆还没点亮一半呢，24个，情商很高。我就是个小傻瓜，小孙哥，我就是个小傻瓜。那你看我好几次直播了，你觉得我有情商吗？我一点情商没有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心里边怎么想的，我通通全都跟你们说出来了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都是真话，我特别真实。对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我要刷我想自己看，自己能看到，那么自私的自私鬼。男人格局要大一点儿，老爷们格局要大一点儿，知道吗？你要学会分享，你刷一个呗。刷点呗，帮我点展馆的礼物就行。占有欲很强，男人等这都这样是不？我懂了。所以呢，所以谁跟我刷我跟谁好。也许你在山脚下会。所以谁跟我刷我跟谁好。你能给我刷不是小孙？我看看你多大。宝贝，你不来看我直播呀？你那我直播间里老多男人了，快点，都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我叫一个我姐妹过来。哦，我叫我姐妹过来。那是跟钱好，我吗？你说的没毛病，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好，妹子，你来了，妹子，你来了。我在直播间今天蓬荜生辉，老多看孩子呢，我小宝呢，让我小宝看看我，快点，让小宝看看我，快点，我给他教坏了，不是。我让他识别以后娶媳妇就要娶我这样的。快点让小宝来看看大姨。完了，小宝就问大姨腿咋的了，现在睡着了，累死我了。你悠他了，宝贝睡觉吧，宝贝悠悠大宝贝，悠悠大宝贝。谁欠悠，谁想睡觉。